機管局將會在11月17日在機場跑道舉行10公里國際賽，有12000個參賽名額。香港國際機場咧係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之一，三跑道系統咧係落成咧係香港一個基建的重要里程碑。更加難得的咧係大家可以一邊跑一邊咧睇住兩邊飛機一路如常升降。再次同跑手咧，為香港可以創造一個特別嘅集體回憶。咁呢個對我哋嚟講咧，係特別有意義嘅。1998年咧，其實喺赤鱲角新機場開幕嘅時候咧，第一次搞過一次咧喺機場上嗰個跑步啦。今次我哋可以再搞一次咧，係26年後咧，其實一個好大好大嘅機會俾我哋咧，係顯示我哋香港航空業咧係邁向新嘅一篇，而香港嘅運動咧，亦都係喺世界級裏邊咧係獲得認同嘅。